杀人的事迹，我们今天将记载在族谱上。金喜为人一向正直，乃是本村之福，今次的功德将长留族谱，成家族光荣，为日后族人学习的典范。见了十三娘还不下跪？跪下！我是刘金喜。刘金喜，我是刘金喜。你认不认？你认不认？我跟儿子说话。你们吵什么？吵哪吵？闭嘴！不许吵！你知道是谁要你回去，他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停！
是疼了吗？还是疼？